常的激动。谢谢大家今天为您上出队的中国国的上师郑中元郑红红，掌声，掌声。莲生活佛，师母莲香上师进入真佛大殿。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最尊贵的师尊阔别了24年，再度佛教莲湖雷藏寺，也感恩师母再次莅临本寺。请大家拍照，不要用闪光灯，谢谢。冷气也反过来。恭请师尊带领大众做真佛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十方佛，嗡阿吽。三拜祝护法金刚，嗡阿吽。四平等一起手。恭请师尊为雷藏寺各地雄雷藏雄风广场金身尊圣塔做总加持及加持大悲咒随，全体起念莲花童子心咒。Oh.
祝飞行万里，爱今生好好放歌。天地成功，地地成功，地外成功，开工开工就，开眼讲关系世界，开口讲开口好就，开耳讲闻声救苦，开心讲慈悲众生，开心祝飞行万里，开金星好放光。Om Petra Tattu Van A La Hom Khan Om Petra Tattu Van A La Hom Khan Om Petra Tattu Van A La Hom Khan Om AmidevasOm Amitabha. Om Amitabha. Om Mani Padme Hum. Om Shri Shri So Soha. Om Guru Den San Shri Hum. Namo Samanto Motaram Vajra Tammo Se.南无萨曼多摩多兰瓦兹拉达摩舍，南无萨曼多摩多兰瓦兹拉达摩舍。Om Dev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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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Om Jim City Home。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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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 Samaya Soha Om Mahaparaya Soha Om Om He Om Maniji Soha Namo Samanto Mutaram Vajra Nam Han OmSo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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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请师尊及师母移步至休息室，我们非常感恩师尊为我们莲湖灵藏寺开光加持，感恩师尊。他指点是这样的，他说可以在别的地方，可以在别的地方买一个空旷的地，然后盖这个莲湖雷藏寺的这个总部，这里就变成不
故意抬得很高，哎，故意抬得很高，跟埋起来吃亏，找便宜的地盖一座更大的莲湖雷藏寺。感恩师尊，谢谢师尊，那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恩师尊。恭请师尊第四五级布置修行寺。我们感谢师尊，我们热情掌声，感谢师尊。这一面这一座庙为主，向北方的地方找。向北方。以这一座庙的北方，啊，盖一栋更大的这个莲湖雷藏寺。嗯，这个是向北方。感恩师尊慈悲，感恩北方就是在这里。哈哈，北方真的。还是要往后面走，往后面走，往后面。北方就在这个红点的地方，红点。哦。红点的那个地方。好。哇。这件事就是往后走。再次的感恩师尊慈悲，感恩，让我们掌声不断，掌声不断。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感谢师尊，感恩师母。师尊要往啊，你这那没有那个中师尊中庙的树那边，三柱树那边入树。啊，请纠察组开路，开路。来来来，这边开路，这边开路，对。恭请师尊暨师母移步到24年前种下的树下合照，感恩师尊，感恩师母。请大家，请大家让路哈，让路给师尊师母，谢谢。三级没有看到三级，还没有长出来，莲雾已经长了，我打过两三次了，不是比较少。在哪里？莲雾就打很多，莲雾长很多，打很多。对呀对呀，粗啊，我的比较细呀，表示我支撑的力量很大。但是哦，你那个哦，嗯，你那个树干是乱长的，我这个叫哦，是吗？
对啊，好了，这怎么说就是了。它也长得很高，我们也把它吸住了。我山竹的这个树叶啊比较青，你那个比较黑。啊，是是比较年轻哦。我现在那个有看到果实哦。有啊，有开始开花了。莲雾啊。对，莲雾。你再远一点看，我那棵很高。他们要照顾。他们已经修了的，又是很高的。哎，真的。24 years old. 24 years old. Susan Prince. She didn't sit down here and take pictures. 他们要照相。好，他们照相。哎，Susan Prince. OK，照相。来，这边。然后在这边照相，这边是照相。好，这是四米的帽。在石村九座的山竹树下，在牡丹，往后点，谢谢。往后不要离开了，往后了。然后是，你闪开。OK， move back， you get home tree， move back， 往后，他要拍back， into picture， 你要坐一下，坐一下，转身，坐一下， go back， get the whole tree， yes。That's good. Wow, whole tree. Okay, good. Okay. Okay.是吗？是吗？哇，这个叶子好绿哦！谁在拍？马到老师，谢谢拍摄，先拍技术老师。真的叶子比较大，然后又比较多。哥很开心。大，可以给我们看看。你们那个，你们，好，这个有一天呢。晚上偷偷把树里的树给它锯掉，让它修矮了了，修矮了了。哦，真是啊。高了那样没修矮了。哦。但又飙起来了。对对对对，它始终很高了。这个，它当然比我还高。你还可以继续讲下去。这个树分支变成两支。变成两支。对呀、啊。我这一棵树，你看长得多直，你知道？我是直心的人，你是歪心的人。我不直，我还两心。你看你二心。分成两支枝，那个枝干。你看我那个树干哦，颜色都是一致的。你的是变化无穷，你看这棵树，我变成两个心脏，你看那两颗哎，你看有点变成两颗，有白有什么东西啊，对不对？对，那就把它砍了吧。本来是很高很高的了，人家给它砍的跟我一样高，胶带过回去吧，不要让它太高了，它很高啊，对不对？高的快。哎呀，那个屋顶还要高，哎呀，这个屋顶还要高。这个我要怪一下这个连理的东西，他害我的，害我种那棵比较高的，种这棵比较矮的。不是当初的时候，连路大家都知道，连路的树是很高的。对，那时候小小的。山竹的树就是比较小。很小的，哦，那时候很小，但看不出来，很小的时候看不出来。那小当然是看不出来啊，等他老了，他就看出了。嗯，长大了。师尊就到宿舍休息一下吧。好。那现在那个大路还有。恭请师尊师母。好，好不好？一步到牌楼，河北湖北站是全体理事及一个大和尚。好，哎呦，哇，这里真的是。请大家速度快一点，请大家速度快，谢谢。是有断讯的问题吧？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在网络上面讨论呢？那麻烦请告诉我一下，我先把它关掉好了，马上回来。